产品配备是主机、三个吸头、两个密封圈、USB 充电线以及说明书。拿到产品可以先检查一下配件是否齐全。在使用产品之前，我们需要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 You Like Beauty App。苹果手机可直接在 App Store 中搜索下载，安卓用户可以扫描屏幕右下角二维码安装，说明书中也有下载二维码链接可供查看。接下来我们开始使用啦。面部基础清洁后，有条件的可以使用蒸脸器蒸脸，或使用黑头导出液湿敷5到10分钟软化黑头。选择合适的吸头对准仪器卡位，顺时针旋钮到位，安装在仪器的顶部。这个椭圆孔吸头吸力大，适合面部 T 区大面积区域，小圆孔吸头吸力小，适合椭圆孔不易贴合的小部位。迷你圆孔吸头专门针对顽固黑头的护理。我们拿椭圆孔吸头做个演示，使用手机 USB 数据线将仪器连接到手机，打开已经下载好的软件，长按电源键打开仪器，短按电源键调节档位，短按4次进入待机状态。根据自身皮肤情况选择合适的吸力，第一次使用建议从一档开始，并在开始前在手上检查吸力的大小。短按模式键可以切换模式，分别有黑头查看模式、清洁模式、消炎杀菌模式。开机默认黑头查看模式，这个模式贴紧皮肤可以查看黑头情况，该模式运行15秒后自动跳转到清洁模式，也可以手动切换。清洁模式下开始黑头清洁工作，紧贴肌肤，在肌肤上滑动向外刮，我们可以实时在手机 APP 中查看黑头的清洁情况。注意了，同一清洁区域不能停留超过3秒。同时手机 APP 中可以切换显微镜倍数，拍摄照片切换模式，清洁模式下每运行5分钟会有3下间歇停顿，提醒不可使用太长时间哦。清洁完成后，短按模式键进入消炎杀菌模式，修复皮肤。该模式下 LED 蓝光开启，镇静修复肌肤，运行10分钟自动关机。使用完毕后，长按电源键关闭仪器，可进行冰敷或使用毛孔收敛精华液镇静肌肤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避开伤口、痤疮或丘疹的皮肤上使用仪器。